兴奋。哎呀，这回做啥？不要蓝。哎呀，又是铁！我操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剑黑，请闭眼。哎，我的天，四号不会还是蓝吧？你要冰冻的是谁？再赌一次，我就不相信你四号还是蓝，大不了刀一个人吧，不会刀我吧？给个黄广，啊，这个黄广不黄广不是都一样的吗？中四号，昨晚同学咆哮了，这不会位置跟昨天一样啊？一号昨晚被诽谤，不要死了，不要死了。二号死亡，哎，弄错人了。一号上了个表表，漂亮，漂死了。哎呦，感觉又送一个大炮。没一眼，没问题，就是漂死了。有个表表。熊咆哮了吗？熊到底被急了，是我没啥说的。二号是不是蓝？我看见他头上一号头上一个粑粑，但是乌鸦跳出来说一下原因嘛，对吧？其他没啥说的，看不出来什么线索。四号不要是、哦、不是他应该不是熊咆哮。之前这个好人昨晚熊咆哮想出来，就是说一下，然后企鹅和乌鸦藏好，然后乌鸦没有必要跳出来，为什么那个给一号诽谤？之前这个好人，然后什么什么。我就怕六号是熊。南区民这边过麦。啊，我这边也是一个好人啊，不知道六号是什么身份啊。我是不可扛不可推啊，反正就这个身份啊爆出来。如果七号不，如果六号是熊，我绝不是熊，我绝对要票七，然后绝对票七，然后往上动我，没问题啊，没毛病，这样子啊，就这么说。我这里呢，就是那个，我在看电视，然后我听见五号在说话。然后他说什么啊？我忘记了。大哥，你就忘了。就是那个，我这里是一张好人牌。这下我把自己的身份给爆出来了。好人牌有没有听到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那就是七八的局了咯、啊、我可能已经身份暴露了。这谁在树上？我听一下你们的发言吧。有没有跳熊呢？就这样过了。啊，我七号发言了。七号这里是个好唱饭嘛，至于什么唱饭我先不说啊。这三号发言。啊，我这里不要把它标蓝翔啊，他叫乌鸦跳出来啊，给一号牌啊，实时那个说一下、啊、那个便便啊，所以呢三号牌在我这里标蓝啊。啊，估计八号是熊吧。等一下，八九一啊，八九一这里会出一个熊啊，我希望这里不是熊牌啊，但是好上饭。自己什么、啊、你们自己猜、啊。过一段时间哈。这三啊，出一个啊，马上如果接的话可以把三号给动了，就那么说啊。三号是找乌鸦的一张牌啊，所以呢三号大概率又是一个蓝牌啊，啊七号就发那么严了，过了不多说。八号这里啊，前场唯一真熊啊，然后呢我昨晚咆哮了啊，然后呢七九啊是避而一狼的啊，看一下九号怎么表演吧啊，如果有和我对跳，如果九号和我对跳的话啊，咱们啊就可以。出一个，然后晚上企鹅再动一个，那好吧。八号你发言你真有意思，我这里才是真正的熊好吗？这局出八没毛病，你比我先发言，那一二肯定有个熊啊，你就先跳熊，你还真有意思哦。这要怎么玩？这局我是熊，我真的是熊，然后这局票八
了吧，好不好？大哥，好，你跟我票吧，好吧？他穿我衣服，那就算了啊，在你身边。这举出吧是没毛病的。你先发言，你就先穿我的衣服，有点搞笑了。这举票吧，吧肯定是个铁的，我这里才是真正的熊。到这里说一下啊。这个屎，我头上的屎应该是啊企鹅下拉的，我不知道啊。八九那个公司跳熊，我这里还是比较擅长这九号的，因为九号一个后置位，他怼前置位他是一直没有什么利益的，如果他是狼的话。然后呢这个八号直接都是怼九号了，就是八九必有一狼嘛，至于这七号我现在先标半个好人吧。然后这把直接没什么问题，直接八号给出了，好吧。开始投票。哎，到底投谁呀？这个不能花呀。八号死亡。电脑网，请发动技能。哎呦，我的天，他不会把我带走吧？吓死了！哎呀，那我要瞪谁呀？没有反应过来，八号他穿我衣服，肯定是炸身份了，反应迟钝了哦。然后这局感觉三号、三四五六这里应该出两狼，够了吧？是没保镖。眼黑，请闭眼。哎呀，动谁呀、啊？动一还动七啊？请睁眼，你要冰冻的是谁？动三吧。你到时候微信公众号发一个信息嘛，是吧？先动三，今天去伟哥解说啊，找一下，搜一下。然后发信息吧，在公众号上面发，有的时候没时间弄现在啊。刀龙吧，完了，三号被我顿住了。哎，乌鸦死了，乌鸦为什么不诽谤？那果然是三号有毛病啊！哎呀，全掉了，这个什么鬼啊？点黑，请闭眼。三号，我们中七号吧。这毕竟黑狼王跳的位置可能有点问题啊。这个七号没毛病，那就是一六啊，一六，但是有没有我说话的机会就不知道了。这七号刚说全票打飞谁，我就动你七号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七号死，他是一六的局了，那怎么玩？哇，这直接都是贬低我身份了，好吧？我之前就是说七号是半个好人，然后呢，这一号说一下啊，一号这里不是企鹅啊，然后呢，你们可以完全相信我的身份。之前我都把八号给怼走了啊，你们直接可以相信我的，一个狼比那个肯定出在你们四五六三那个三个人里啊。然后那九号死前也说了，你四五六必出一狼，所以在我的看来，我现在很怀疑这个六号吧。
哦，这边看得清自己身份啊，这边，听发言过来，我觉得没有什么逻辑可言，我觉得这边这个好人，现在四个人，一狼，应该乌鸦已经走了，因为没有人陪伴，说明还有两个兔子，一个神，一五六。我这边这么说就会把我自己身份，就是一五六吃一狼啊，这边这个好人，先任一半个好人，五六出，这边过麦。现在是，好吧，那我就跳吧，反正就四个人了吧。我企鹅啊，我昨晚中的7号7号死了，前晚中的是3号啊，第一晚中的是4号4号是好人。3号铁狼被我，应该7号刚才是说全票打灰，还没听他说完他就3号自爆是吧？现在就是16啊，就是16里面我想要选动一个啊。刚才1号说我要看6号怎么说吧，如果6号说话不好的话就直接动6号。我连续2把当企鹅啊，也是厉害，我还以为又是夹刀位啊。然后就首先动了4号，没想到4号是好人，然后第一晚就被人2号就被刀死了。然后2号刚才就直接说1号是吧，昨晚没动1号，昨晚动的是7号啊，这个有点痛闷了。那我看一下6号怎么发言吧。就是那个什么，然后那个1号不是他直接怼我，哎，我怎么找你了啊，我上去我飘自己，我怎么找你了，我这里就是一张好人牌，就是一个兔子，然后这个1号直接怼我。这晚应该是16里面票是吧，我刚才想清楚了，16里面票出去一个，然后晚上我动一个。然后1号铁狼，1号铁狼来相信我，1号绝对是铁狼。开始投票。相信你，相信妹子，先把1号票出去。我晚上可以动6号呀，怕啥呀，对吧？1号死亡。好人胜利。哎呀，就算把那个6号票出去，也没问题啊，我可以动1号，票对也可以动1号。选一个嘛，选一个刀，你把对，肯定是输的。